正四的，正四的，还有金龙九的命的，就是出来好，现在时间准备吃墨宝给连冰雷战士。我这个比较大，正四的组就小一点。给我吧。这个可以，它是金色的。可以的哈。时装先写图，先画图吗？啊？时装先画图吗？画图的地方要转。不是要画图。是要写字。写字啊。好，那时装写字。对，中间在一横，对，直直的。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直播来及时的看到世尊的墨宝，那希望呢能够尽量把直播做到可以让所有的佛门都可以看到世尊很快的很新的即时状况。其实师尊要用印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分享哦，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师尊他即时没有任何的草稿，没有任何的提示之下呢，能够马上写下莲池里有长生水，宾主饮用尽欢颜。所以呢，这是非常殊胜的时刻，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莲生活佛。要写直的还写横的？写直的了哈。写直的。你如果要横的，你就把它弄起来。好，好，好。我们赐下海天龙庭这个名字，然后这个是我们同门所做的一些师尊的简报，然后想说就是永存在莲宾雷藏寺这里。帮忙点一个地上殿，还有一个十三层塔，十三层的塔的地点，的地点。看点哦。哎，好，谢谢圣尊。然后这个是因为刚刚他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还要盖地上殿是吗？对，对地上殿。现在没有地上殿。对，在后边，然后就要从这个窗子，对，从这里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对。这个是地上殿，这个是那个正三层殿，这个是三层，十三层塔，十三层塔，宝塔，十三层宝塔。从这边看着看，
你要给神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正门，那个正门的那个结。不是下面的结，主要是要看师尊在哪里。对，好像要师尊写。写什么？写什么？结语。那个结语是有寄给你吗？哦，有，我们在上面的，放在上面。这个这两旁边没有，那柱的没有，柱楼的没有。这是好像有写的吗？有说啊，上面的，上面的，前面后面的，上面上面的后面，它这个横的没有，下图是写的啊，横的没有，横批，横批没有，横批没有，前面的横批没有，一定很多了。你是说这两边都写的？啊，你现在是缺这个？哦，全部在这边的，这边都没有。对，好，可以了，很多了，记得很多了，够了，好，够就好。那我们还是一样感恩圣尊。那现在能不能就请师尊移步到我们这一边？我们先要不要先接他啦？可是外面有点热，现在没有出去。对，看那个图，师兄要看图，窗在这边，窗子这边看得到，窗子这边看得到。高临下看得到。后面一个殿，可以吗？现在前面这个大殿都建好，就是已经建好了。这个也对。那你那个是宝塔，对，这边对。地藏殿呢？后面那个。那你先设计好了，就照这个吧。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后面还有地吗？啊，后面有地。正门在这里。那按照计划，这按照这个计划是可以。可以吗？它的塔在右边，龙边可以。可以了，可以。嗯，这样就可以。那个左边有多一个那个黑的白色墙，这个。嗯，这个要不要给它靠右？这不可以，就不要。不，这两边都有啊。左边的，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啊。哦，两边都有。对，现在没有看见啊。正在祝福所有的功德主们。今天的行程应该就快要圆满了。
那待会还要去机场，我们还要搭飞机到华严雷藏寺，所以大家要继续关注真佛宗官方网站的直播。那现在师尊呢，在这里为所有的主持者来做加持。现在应该是最后两位，最后两位，啊，其中一位是主席。那就速度快，好，好。那接下来这些都是祈求师尊能够给他们吃摩顶的同门，他们是这里劳苦功高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非常感恩师尊，师尊辛苦了。在恭请师尊，我们现在可以移步楼下，然后就。刚刚已经加持了，加持了，对，我们全部加。